昨天下大雪了，车上全是雪，现在先把挡着后视镜的位置给除掉。我们今天从卡西瓦出发去伊瓦塔，然后看我们雷索洛的比赛。今天是这一次看的是客场比赛，然后我们高速公路的话要5个多小时才能到，非常远，然后算是也是我们远征卡西瓦雷索洛，加油加油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周卡坎，然后这里是西米兹，是金港县的清水区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支接连战球队，现在他们在那个接呲，不在接腕，就是西米兹 Espalus， 中文名叫清水心跳，就是我背后这个自动贩卖机上面就是他们的 logo。 他们当地一到了当地就能看到很多很多他们的足球元素，这点跟我们卡西瓦很像。现在我们要去这个商场，这个楼里面，这个大楼上面也有一个他们那个足球的一个吉祥物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商场里面来，我们是去那个奇比马鲁克朗多，就是樱桃小丸子乐园，就是这里。这个商场里面的足球元素特别多，到处都能看到。去小丸子乐园的路上就遇到一个清水心跳的商店，卖的足球周边。他还有和小丸子联名的小丸子踢球的。他们的周边好好，你看冰箱贴，这个是可以贴在车上的吧？对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是贴的。足球场图案的毛巾、套路。你看，这个是日本世界杯的时候的那个守门员，全田修一。全田修一，1989年，老将。这是他们的奖杯，对，他们的最好成绩是1999年的亚军，接一的亚军，接腕的亚军。对，欢迎来到樱桃小丸子乐园，这就是小丸子，这个是小玉，是他的好朋友，然后这里是他的一家人，哎，是他姐姐、他爷爷、他奶奶、他爸爸、他妈妈，这是他同学。他们这个海的背后就是富士山啊，就和这边一样。然后这个富士山其实就在这边，我们过去看一眼。我们过来看一眼这个富士山。可是今天天气不好，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富士山就在海的对面，能看到一点小山腰。你有没有发现你和他长得有点像？我们现在穿过小丸子的周边商店，直接去这个乐园，这里是要卖票的。こんにちは、二人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是日本的支付方式，各种各样乱七八糟，特别多。然后也包含我们的那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有。啊，はい。かわい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送了两个这个康卡奇。这个是一个护照，它这个颜色跟日本护照一样啊，它有盖了今天的印章。这个是地图，这个就跟日本护照一模一样，以前工作见了很多日本护照，真的就是这样排版的。
这是小丸子的书包和帽子。这旁边你可以跟他合照。这小丸子的一家人。哦，他们是去采茶。哦，靖港的茶很出名。对，靖港的绿茶很出名。萨库拉摩摩科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樱桃小丸子的世界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跟动画片里面他的家里一样，这是厨房，妈妈一般都在厨房做饭。这个他爸爸平时就是这样喝啤酒，就平时就坐那个榻榻米这儿喝酒。电视机还在播放，而且他那个电视机也是那种特别老的电视机。小丸子在求他的奶奶帮忙。哦，开门了啊！突然就门打开了，就他爷爷在。就他爷爷，对，他爷爷特别好，他爷爷对小丸子特别好。这是他的卧室，这是他姐姐，他姐姐成绩比较好。因为他们的卧室就很乱，经常小丸子的姐姐比较严厉，然后经常会欺负他，对他要求比较高。现在是要去他的学校了，三年四组，这是去学校的路上。这是一个桥，是在路上会遇到的人，这是他的同学。这个是进教室的时候，日本的小朋友一般会把鞋脱了放在这儿。富田同学，长谷川。这个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花轮同学。这里有个小剧场，你看会变色。哦，它必须透过这个滤镜才会变色。嗯，滤镜以外就是黑白的。对，嗯，你看这还有个电话。哎，这里出来个什么东西。哎，没拍到，你再来一次。他不知道出来什么东西。这是他的同学。这是下水道井盖的。其实是静冈市的下水道井盖。我买一个吧，买一个冰箱贴，玉手
萨库拉神社，万物皆可御守。这个是那个朱印，小丸子的饮料。这是可乐。樱桃的。这个是苏打水。这个是他和小玉。这个就普通的苏打水，没有味儿了。太平洋上的日落，好漂亮。这里是靖港线最南端。